种被动型的，就可能我觉得自己表达了很多，但是对方完全感受不到。怎么表达的？对，我发微信了，今天跟他联系了。对对对，如果他没回我微信，或者回的慢了一点，我说啊，他一定喜欢我，不喜欢我，不喜欢我，快跑，快跑。不用打他，都可以了，发给我 ，OK， 发给他没有用，对吧？你好意思，你三天都不给我回信息，你还不好意思，你给我讲一百遍，跟他联系了。对对对，如果他没回我微信，或者回的慢了一点，我说啊，他一定。你好意思。三天都不给我回信息，你还这样一件事给我讲一百遍，这不也是把头秃了吗？懂吧？话你们反应了。